不怎么样，对，会有点空，然后就有点撑不住，腰先就带护腰稍微固定会好一点，其实就可能要我要更多的就往前去了吧，然后一定就要更大范围的后面跑动吧。首先觉得也不容易吧，因为打进1000的决赛中第一次，其次是第一局大比分领先，想着再咬一下吧，看一下中间间隙的时候能不能对腰进行一个好的一个治疗吧。如果还能动，就是小范围还能动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坚持打一下。如果动不了的话，那你就会选择弃赛了吧。其实整体表现就这场比赛来说，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呢，今天也是比较可惜吧，到最后可能是有碰到机会，但是可能因为一些我们自身的原因吧。对，其实还是要肯定我们自己吧。对，然后恢复完之后再重新出发。